好，台中荣总成立远距照护中心，要把服务功能跟空间整合起来，运用视讯会诊平台跟各管平台，加上 5G 通讯系统来提供远距健康照护服务。这个远距照护中心当然对于偏远地区的医疗来说，能及时提供医师的问诊。另外像是住在荣家的荣民，如果因为身体状况要被转送到荣总，在送往医院之前，还可以先透过科技来监测身体的相关数值。每一台电脑连接各地的荣家，可以及时提供线上会诊，甚至有心导管 5G 远距手术协作指导，把各项远距照护作业整合，回应患者如果需要住院、手术、加护病房等医疗需求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详细资讯，镜头交换棚内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